樂壇天后鄭秀文在網上非常活躍，經常在 Instagram、Facebook 等等的社交平台和網友分享日常的生活事。最近她分享了一張陳年的素顏三點式性感泳照，她不單止笑自己沒有肌肉似條柴，還說自己 N 年前的打扮真是真心怪，不少星級網友見到張相之後都有留言，當中包括留下笑到喊 emoji 的謝安琪。有網友見到這個留言也都非常大膽地問謝安琪攞泳衣照，非常搞笑。立即投选零一最想睇娱乐大奖，超过70万奖品等你抽。第一重奖劲抽零一积分同礼券，第二重奖包括11 Pro Max、Sony Smart TV， 仲有戴森风筒等等。即刻参加零一最想睇娱乐大奖，入呢个网址劲抽双重奖啦！